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我觉得有一个图片很有问题，什么？什么问题？我不相信他家会拉电，会有电灯。他有那个小耳朵哎、欸，那叫做卫星，那是收第四台的。对，后面还有一只熊哎、欸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北极熊也看第四台？对，真的、欸。威尼斯非常漂亮，我本人去过，一生难忘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他如果淹掉很可惜哈，非常可惜，但是没关系。喂，传说有神灵保护，女人进去就会变成。他们腿就介绍的不错，但是呢，如果要让整个画面呢看起来是真的有像你介绍一样，你这样，我们要像，哇，真的是巨人美女啊，真的，哎，他们的腿就已经跟你一样高了，这时候还穿上这么高的高跟鞋，哇，哇，我的腰长 ，Oh my god。太长了吧，我要回家了。我们男生当然是不会介意女朋友高，可是我们会怕女朋友介意男朋友不够高。对，问他们嘛，问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比我矮个两三公分哦。像我这样子的呢？如果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，就起码要个175吧。哇，你是哥姐姐带弟弟哦？没有这样的高度，然后又这样的身材。我今天这种穿法，很多人说像赵又廷呢。哎，你们真的很像白雪公主跟小矮人。好啦好啦，其实今天找到两位呢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他们的身材，是要考好他们的脑力跟记忆力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记忆大考验。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答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。今天要来考考你的童年记忆，从翻出的图卡联想它出自哪一个童话故事，只要你逻辑强，记忆好，翻得快，就能够赢得胜利哦。欢迎光临记忆大考验，我记忆赢了。Yes， 马上要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。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用我们帅气的元昊，非常高的影评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，美丽的雅人，以及我们的道远。马上就请我们的统统队准备进去翻牌。加油加油！童话故事是很美丽浪漫的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五秒、四秒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Oh my god！ OK， 请出来。我的天哪！好难哦，一题都没看到。速度是关键。OK， 好。元昊队，请准备。Ready。很好，战术有和尚胡桃学，有烈佛游戏火车，哎呦，哇哇哇，火柴在哪里？灰姑娘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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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错，请翻回去。哎，灰姑娘不是灰姑娘，右边右边下面嘛，灰姑娘过水桃队，卖火柴的在这边，哇，最美人在这边。爱情错，答案在这儿，答案就一定在这儿吗？童话故事中睡美人的纺锤究竟？哎，灰姑娘不是灰姑娘，右边右边下面嘛。灰姑娘喷水答对，卖火柴的在这边。哇，最美人在这边。哇哇哇哇！大野狼与七只小鸭。哎，那不是花木兰的吗？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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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上面上面。金蛋，哎，金蛋，金蛋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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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。白鸽，对对对，白鸽，右上右上右上。白鹅，
睡美人干，左边左边睡美人，底座位啊，纺车的，对对对对，剑，哎，白哥，快乐王子啊，对，时钟剑，时钟剑，是你吗？不是不是，上面不是，是啊，时钟剑，时钟剑在这里啦，时钟剑，哎呀，时钟剑答对。人鱼公主，人鱼公主，对。哇！哎呦，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的呢。开玩笑，比我想象中好很多，真的。而且人鱼公主配气泡是谁翻到的？配气泡，气泡是我先翻出来的。哦，对他先翻。你该不会在翻那个气泡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可乐吧？没有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来。宣布一下元浩队的成绩，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27秒。哇，对，没办法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在这边，我想应该大部分没有什么问题。时钟键，王子快乐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是在迪士尼。快乐王子，快乐王子，快乐王子是燕子，是燕子，为什么？这个没关系啊，叫快乐王子，你们不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谁啊？你们也不知道是谁？听过快乐王子？谁呀？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小时候有看过，我记得就是一个王子的雕像，是，然后他看到镇上的很多穷人家很可怜，所以他请燕子来帮他把他身上的宝石分给那些穷人家。这个王子身上很多宝石，黄金都是宝石，对，他就把这个快乐分享给穷人，对，把这个财富分享。然后后来他的举动有感动上帝，然后把他召回去变真的王子，然后燕子也一起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王子，带给大家快乐的王子。是的，很多的这个沐浴乳造型都是做成卡通的，那小朋友就会乖乖的去洗澡，对不对？这个妈妈最了解了嘛？有啊，你的小孩子最喜欢什么卡通？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。还有，那你有空可以带林导演去你家。对，还有一件那个哆啦 A 梦的衣服。元浩队的时间很不错哦，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彭彭队了，马上攻守交换。大考验，现在是世界童话记忆翻翻看，请我们的元浩队进去准备翻牌。哇哦，哎呦，一定很难。元浩队，请翻牌。呦呦呦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彭彭队，请准备，来 ，ready。阿拉丁神灯，哎呦呦，老鼠老鼠 ，Mickey Mouse， 哎，那个杰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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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鼠跟大象，那个阿拉丁神灯先进错，哎，那个竹子那个是什么？竹子是那个红斗篷小红帽，魔法公主，杰克杰克鱼丸豆。哎，他们其实下面，对对对，上面，右边什么？右边对，竹取公主答对，怀表，爱丽丝梦游仙境怀表，好像很快哦，快，水小木偶，错，他们没有用到一分钟哎，哎呦。我只能说，你们这一队呢，突然有一个这个钥匙打开了一扇老虎，我感觉他们好像花10秒钟而已，很快，对啊，出乎意料的快，好紧张，各位，你很厉害，彭彭队用掉的时间是1分钟，耶，一分钟，非常的不错哈。第一回合两队表现都不错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跟我一起来环游世界吧！世界各地有许多富有人文历史色彩的传统建筑，你认得多少呢？赶快一起来挑战呗！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第二回合。好，在这边的规则有点改变哈，一定要先翻上面再翻下面，好，先不要乱了。OK， 先把这个又规定回来了。现在了解的话，请我们的红队准备继续翻牌。翻对啊！我很喜欢这一题。来，彤彤队，请翻牌。
台湾哪一个？台湾哪一个？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时间到。Oh my god！ 好，请出来。哎呦，好难啊！怎么这么难？真高脚屋啊！好难，超难。里面很多地方元浩去过。真的。元浩队，请准备 ，Ready Go， 右下右下，台湾，哎呦，山河越，哎哎哎，荷兰，风车，哎呦哎呦，巴厘岛，这是俄罗斯，错，这是俄罗斯，我有看到这个，日本 ，Japan， 睡合掌屋。印尼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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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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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长屋答对对，哎呦厉害啊，巴厘岛中间中间右下右下右下中间中间的，他是那个爱斯基摩南极俄罗斯对下面对，快快快快，希腊对对对对对希腊，巴厘岛，哎错错，哎哎哎。哦，那个是不是哦？不是哦，那个地方，格陵兰，又又又，格陵兰，耶，巴厘岛，哦，那个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沙巴，对对对对，答对，长屋，对，斯瓦希兰，香，随便一个喽，错错错错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下面就是那个，答对，草屋，巴厘岛，巴厘岛，中间中间中间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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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面答对。斯瓦希兰，拼五，宣布一下元浩队的成绩是1分18秒，也是很不错哦，很不错哦，好不好？在这边呢，大概看一下哈，这边你会发现世界的每个建筑物其实真的是很特别，都不太一样，真的哦。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台湾好了，对，台湾。三合院是啊，现在呢，对，现在很久没有看到。南部比较多。三合院呢是由北面的正房和东西厢房，就是互融而组成三个面的，叫做三合院。我本身很喜欢三合院，我以前呢曾经有个奇想，就是呢我以后一定要买个房子是三合院，但外面看起来是像这样子古色古香，但是进去没有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科技化。哎，他快完成愿望嘞，他现在干四部戏。以后他在家里面，我要报名哦，都是声控的，我要记住一个月。你要记住一个月，我也不养宠物来说。三合院旁边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区，仆人房，仆人房。对对，不是不是租界。喂，好，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比较有问题的是，裁判，我觉得有个图片很有问题，什么？什么问题？我不相信他家会拉电。会有光，会有电灯，还有那个小耳朵哎。对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？它是用冰块组成的屋子，但是呢，屋顶上有一个角，它的冰块是反方向，像一个碟子，那叫做卫星。那个是收第四台的。对，不要以为住在南北极的人，他们就不科技。对啊。真的是小耳朵。哎，现在搞不好看到这房子后面有一台发电机。不是，这个房子。后面还有一只熊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哎，哎，真的哎，好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北极熊看第四台，真的哎，他们还能在家里看，拜拜，到底要走多少？你真的不要回来。你应该爱成联想到什么？又说出什么不？那个真的很有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从日本开始介绍。好，日本，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那个房子是什么。对啊，刚刚影评第一个翻出来，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。你有去过？这地方我去过。没有，因为其实在就是电视常常会报，是。没有，其实这个地方它叫什么合掌？它是叫合掌哦，合掌村，它是世界遗产的一个保留地。哦，它就像个人间仙境，我觉得是一个山谷里面进去，然后住在民宿家，9点就要。睡觉不可以有声音聊天，九点不能有声音，没有办法，
因为到那边你没有什么。那可以打呼吗？不可以。会你却要花耳塞。哦。对，所以那边是它的每个建筑都是像合掌。合掌屋，对，这个合掌屋呢，它的屋顶呢就像双手合掌成三角形的样子，倾斜的角度有60度，然后用稻草呢铺成约1公尺厚哦，使积雪呢可以顺利的滑落，是全日本保存最完整的古聚落，每栋房子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。亚伦说他去过，那真是好棒的地方。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应该要去一下这个地方。沙巴，沙巴，我们国家，我讲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那边是沿海地区，容易就是水灾，所以我们那边的人，当地的就会被建那个高脚屋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房子是用高脚去，比较不怕水灾。哎呦，想不到你肚子里不是装脂肪而已。你不错，刚才你要讲话的时候，我有看到老师的手指要。你太厉害，想要放那个歌。机会，你讲完之后，他把手放回去。哎呦，今天不错，有让大家上了一个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廖队的成绩非常的不错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快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请我们的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。Let's go， 元浩队请翻牌。哎，你们好坏哦。5秒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出来。哇塞，好难哦！黄团队，请准备。好 ，Ready。Go， 快点，伊索比亚。哎，要先翻上面才可以翻下面。换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来。阿拉伯神灯，神灯。对，什么？错！哎呦，大人大人，你会的，感觉他们今天很危险哦。错，帛琉不会是有房子嘞呀？帛琉应该是鲨鱼吧？蒙古，哎呦，蒙古爆发队了。阿姆斯特丹，月球，哎对，月球哎。哎，完爆了，威尼斯。还有巩多拉团队，图尼西亚，血巨乌团队，帛琉。哈喽，男人会馆答对，阿姆斯特丹，船夫答对，福建，鼓楼答对，肯亚，冲刺错，啊，日本，我不信，那是日本啊，不对，日本，答对，天守阁，错，妈祖，来，妈祖有破皮的啦，答对，肯亚，数。果然你刚刚讲的是对，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他刚才真是建奇功了，他连续拿到好多次。统统队呢，这一回合的成绩是1分钟12秒，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能跟大家稍稍讨论一下。大致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哦，哈。嗯，威尼斯啊，人家说呢要赶快去，因为呢海平面不断的在升高。威尼斯非常漂亮，我本人去过，一生难忘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他如果淹掉很可惜啊，非常可惜。但是没关系，澳门有一个威尼斯饭店。喂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按这个音乐，你都走一半就回来。下次我们规定，如果出现第三次，就一定要出去。没有，我觉得下次就请两个魔王。不会回来的那种，每次都在那边乱吃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日本这边天守阁。日本的城堡代表权力的象征，照片上的这个姬路城呢，是日本第一的登陆的世界遗产，有日本第一名城之称。我也去过，不错。帛琉男人会馆，帛琉呢以前是母系社会，很难想象哈，所以如果男人受到压榨呢，可以来此避难。真的去帛琉，对。就男人会馆，就你来避难，就女生你不能来，对，就是我已经这边是庇护所，你不能进来了，你不能来压榨我这样子。就他老婆如果拿棍子在门口打他，在里面老婆就不能进来。对，要站出来，你打我啊！传说有神灵保护，女人进去就会变成石头。
所以这个门上的图腾也不同的意义。最特别的是一层有三个张开腿的女人，代表男人的母亲、老婆还有女儿。这是一个习俗了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讲一下这两队的成绩。统统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成绩是2分钟12秒，元昊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成绩是2分钟45秒。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即将要进行的是奖金翻翻看，可是这次的奖金翻翻看非常的不一样，到底有多不一样？我们马上来进行翻奖金新玩法。牌面上各有2张1到10的图卡，请获胜队伍一起来比大小，猜对一次得10000，猜错换人，运气越好奖金越高哦。欢迎大家来进行奖金翻翻看，统统请出来翻牌。在这边，怎么啦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比大比小。八，哎呀，简单。这个一定是比大的，有勇气都比大。比八大。你卖你啊嘞！有勇气都比大，已经放不起你了。下一个数字你要比八大还是比八小？比八大小。这种游戏其实会玩的人都知道，很玄的。真的，很玄的，对不对？有多玄，马上就知道了。裁判，我有个问题，如果翻开又是八嘞？两个都是八，跳过。比八小其实蛮简单的。相信自己。哎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太玄了。来来来，下一位。加油加油。哎呦，这中间很尴尬。哎呦，好尴尬，比较小，比较小，还要小。加油，导演。这个，来啊，八，10000块钱，各位很尴尬。他们有三个人，第二个人来翻才拿10000块，那你这10000块是要分他还是自己拿？自己拿，你看到没有？喂，我虽然是同一个团队，人性马上就出来了。分大家，这就是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。哎呀，你在跟我都没讲呢。好，继续。比大比小，比大比小，大是大嘛？比大比大，比大，怎么样都 safe。加油！20000块钱。目前为止你是有资格分给人家。我怎么感觉你脸色有点变了？我还好，有点痛而已。接下来九了，比九大，比九小，小，比九小。没有，请继续。你是大，翻，翻，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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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万块钱够了啦 ，OK 了 ，OK 了，满足了。来下一位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我们加油，这边吧。碎啦，已经比十大啦，大哪里大嘛？10比10小啊，一定比十小嘛，对不对？手斜角。耶！10000块钱，不错。4万，比八小。心越来越痛了，接下来是多少？比五，比五大，比五小，小。哎呦 ，OK 了，不错呀！提醒一下我们周大夫，是不是我们下礼拜又会有小小的变动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发现呢，这样子虽然增加了不同的元素，大家看观众看得很过瘾，可是我们心很痛啊，好不好？今天50000块钱，来到我们的节目，长了知识还拿了奖金啊！是不是？来，请两队到台前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你说这50000块容易拿，他容易拿，他还真不容易拿。前面你还要先赢2关嘛，对不对？要先长知识才能拿奖金。恭喜鸡蛋，还有亚伦。鸡蛋每天晚上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